好多即系玩家咧都等咗好耐嘅雕陀呢一只啊 Back Bay 嘅铜表咧，已经咧喺个市场咧已经系即系较为多货啦。咁好多人咧都可以用行货嘅少少 discount 啦买到啦。咁啊，呢只铜表咧我就唔系好过电嘅。咁啊，唯一喜欢咧就系佢嗰个啡面。咁就第一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咧呢个花嘅的啦。第二咧呢个扣咧。實在咧就望落去有啲頓啦，不過條帶咁粗咧就難以話有咩形態。咁啊喺呢個淨喺個講個扣方面咧，Oris 咧就比較做得貼心啲。咁咧就佢就做翻鋼扣咁啊，等你戴嘅時候咧就唔會啊啲銅接觸皮膚會有敏感啦。咁啊呢只銅錶咧，我自己本人咧就唔係太喜歡咧，佢太青嘅銅殼。咁啊，相對於咧，仍然我都係咁樣講嘅。啊，我冇收到 Oris 任何嘅即係嘅指示。咁啊，我純粹我個玩家咧嘅角度咧，我覺得紅銅咧就變色得出嚟咧就靚啲，戴出嚟咧有一種紅金嘅味道。咁啊，呢啲青銅咧，我就覺得咧就實在咧係即係過分之呢、這個青色啦。咁啊，不過咧喺某一啲燈光之下咧，譬如我頭先喺屋企嘅燈光之下咧，佢又唔係話想象中咧咁過分。咁啊，呢隻手錶咧，咁啊啲有一段時間咧，好多人想揾，咁啊亦都話即係算喺雕陀嘅新出嘅手錶入邊咧，就比較咧即係企得硬淨嘅。咁啊喺呢個市場入邊，個個都想要揾一隻銅錶，而選擇越嚟越多，成30,000蚊一隻咁樣，就大家會唔會係覺得係一個即係？好嘅選擇呢，咁就見仁見智啦。咁啊，有一個新嘅機芯，亦都去到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天文台級，咁亦都係一隻即係、就是、日用唔錯嘅手錶噶。咁啊，大家如果啊即係、就是、有咩手錶嘅嘢想傾下偈啊，咁樣可以咧電郵俾我啊，yipsir47timelock@gmail.com，或者我嘅 Facebook yipsirtimelock。好啦，多謝大家。